醒股无双，一个以轻松游戏术语摆出严谨投资态度，以不同心法为你判断何时是拆武器定装备的一小时财经节目。主持人醒 Sir 现身说法，为你部署入市时机，深入浅出答问题，包你有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咁啊，好快又翻到嚟咧。第二個時段，因為第一時段咧，我哋啲機件故障啦，唔好意思，咁啊出咗少少問題，麻遲咗。咁啊，亦都好快咧，同大家分享咗咧最新嘅睇法對個市。咁誒嚟到入正題啦喎，咁啊程式問路，咁啊 Barry 咧靠你噶啦喎，今日嗱有咩可以話俾大家聽咧？自從上次我哋做咗呢個節目之後 ，OK， 首先對上次咧，我做一個簡單嘅概括先啦。上次我哋有講過程式交易有什麼好處，包括是說可以去走人的情緒，不用說我買了股票不捨得止蝕而蒙受損失，而另外還有我們人要睡覺，但電腦不用睡，那我們如果炒外匯的朋友可以捕捉睡覺的時間的入市時機，而另外一些叫同步處理能力，即係咩意思呢？即係話，譬如我同時可能我係高手，我假設我係高手，我係可以睇五個 mon 啊，可以炒五個市場。咁但係你唔能夠炒四十個 mon 四十個市場噶嘛，係啦。咁但係電腦係好輕而易舉嘅事嚟嘅，係啦。咁其實電腦交易咧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好處啦。咁但係電腦交易係咪無敵呢？係咪真係我有？呢個你講得啱，我就係想質疑你嘅，係咪真係無力啊？竟然你自己都估到我係諗住啊，咁就不如講下啦。今次呢個我哋嘅主題，其實所謂 algo trading 又好，演算交易又好，點樣亦都好啦，係咪天下無敵咧？梗係唔係啦？演算法交易咧，其實有一啲限制喺度嘅，係啦，又會有一啲叫做我哋叫做一啲一般人對佢有啲誤解啊。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話，譬如我不識 program， 咁我要玩演算交易嘅，咁正常正路嚟計，除了要學之外，用咩方法去做呢？咁唯有去出去買 program 嘅啫喎，係咪？係啊，冇錯。咁但係有冇人係嘗試過買啲 program 咧？嗱，咁其實咧呢啲 program 咧係好又有一啲咧就係好叫做即係個 performance 好好嘅，即係個表現好好嘅。你會看到它的 back test 的 result 是很好的。好到什麼地步？好到什麼地步？我們可以現在看看，不如我們這部電腦在電腦上 show 一下所謂好到好沒什麼人信的程度啦。例如這個程式這樣，2017年年頭到現在就 545%， 這個更厲害，這個 604%。是它最犀利的地方就是你看它沒什麼跌的，是這樣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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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那這些 program 我不能夠說它是真或者堅或者流各樣那樣，但是有一些叫做譬如如果買了下去是不是真的賺到這樣的錢呢？是的，這個呢或者有些觀眾可能會有這樣的經驗的，是的。有我自己這樣看就是說如果你買個 program 其實咧有一定程度的風險嘅，係啦，有咩風險呢？第一個風險咧就係可靠的程度啦。譬如我哋睇到呢一啲咁嘅報告啦，600%好犀利啦。咁我唔能夠話佢假，亦都唔可以話佢係真係我哋cheating。我就唔知道真定假之餘，我已經辨證就有一個問題啦。你600%回報，你點解要賣俾人咧？自己執錢唔好咩？咁佢賣得俾人，即係話其中有一樣我哋係諗唔到嘅嘢咯。仲有啊，醒 Sir， 600%咧賣$30，即係食餐飯嘅價錢啊，都喺度啦，係嘛？係啊，即係好似某套電影啊，好似龍金衛啊，咁佢講，近排我都賺夠啦，不如俾你賺下啦，咁樣嗰種感覺係嘛？係啦，我自己就有啲保留嘅，其實對呢樣嘢我直情係唔信添啦。OK， 係啦，咁如果佢係啦，如果佢咁犀利，佢自己炒 OK 啦，係啦，又或者係哇這個表現，你揾一啲基金去support 你，又或者係揾啲投資者打本俾你投資，你抄佢。performance fee 佢賺好多啦，咁點解賣個程式仲要賣$30咧？不如我哋就踢爆佢啦，點解咧？
其實有啲魔術嘅，咁啊要靠你啦喎！呢啲魔術點樣拆解呢啲魔術嚇？其實點解咧？我哋即係太多陷阱啊！我哋要即係喺個節目就話俾大家聽，未知道真相之前咧，先睇陷阱啦。冇錯啦，啊，究竟有啲咩陷阱呢？其實咧呢一個係我喺網上cap 出嚟嘅一個圖啦。其實佢係一個 backtest result 嚟嘅，佢係一個策略係。是炒歐羅對美元的，是的，你看到它很厲害，91% 是贏的 trade 的，即是 它買親10次有9次中的，而且呢你看到它整條，我經常說過投機如能上升天下第一經營，上次就是多過7次就上升，你90的就是很清楚呢，差不多是必勝的，他直情是接近耶穌啊！即係佢直情係接近神，偉大的程度啦，接近耶穌啊！好偉大的，係啦。咁點解會咁咧？其實有好多問，我有個問題出現，有兩個問題嘅。第一就是話你做呢啲 bad test 嘅時候，你可能唔知佢背後嘅數據係點嚟嘅。呢、這個清楚，呢、這個係最直接的啦。佢唔會話俾你聽，佢話呢個係 trade secret， 即係呢個秘，即係營商嘅秘密嚟嘅。係啊，冇錯啊，即係即使咧，佢後右上角寫住嗰、那個數據係99.9% 準確都好啦，只要有0.1% 咧，都可以玩到好淋漓盡致嘅。例如佢一個1% 錯，咁啱就係佢買入時機，咁啱恆指佢改即係。那個點數去到一點，買入咁啦。咁另外啦，咁啱佢沽出嘅時候咧，又去到50,000點咁樣，係啦。咁呢個咁啱錯咗兩個啫，佢都可以99.9% 中噶嘛。咁但係咧，成條即係嗰個程式出咗嚟咧，就會係好靚仔、好漂亮嘅。即係經過咧修飾個美化曬啦，化曬妝啦，直情可能整容咁樣啦。即係等於係Algo Trading 的美圖啦，美圖秀秀，冇錯啦，係啦，其實 Algo Trading 的美圖秀秀啱啊，係啦，仲有第二個問題啦，就是如果一些人是知道了呢段時間嗰、那個價格的走勢，他就可以想一些程式出嚟嚟到去配合翻呢個價格走勢咁樣嘅，即係所謂事有孔明啦，事有孔明，我會叫他做馬後炮再加槓桿。你知捉棋來說馬後炮是代表什麼的？你懂不懂捉棋？我懂的，懂的。馬後炮是沒有棋的，將死他的嘛，是的，立刻沒有棋的，這個很厲害的。所以呢，事後孔明，馬後炮都好，都是在說你贏了啦，這樣。冇錯，咁馬後炮啦，嗱，其實咧呢啲魔術咧，我可以略咁去表演一下嘅，啊，講解一下先啦。其實呢個係恆指嘅圖嚟嘅，咁而家咧嚟緊我就會去run 一個 bad test 俾大家睇，究竟我呢個程式，我呢個程式咧係尋日寫咗5分鐘到啦，咁犀利啊！係啊，咁因為我睇完之後就寫出嚟，我一間話俾大家聽我點寫嘅，係啦。先唔好講點解先，就俾大家睇到你點樣可以好啦，一樣贏到笑嘅嚇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咁啊喺度，佢哋自己喺度温緊啦。嗱，大家睇到咧，系統模擬緊恆生指數呢幾個月嘅走勢，然之後咧我就用我自己。即係設計出嚟嘅策略啦，設計出嚟嘅策略啦，嚟到去做一個 bad test 咁嘅，即係嗰啲 do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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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嗰啲就係你設計入市。係啦，冇錯啦 ，dot dot dot。譬如我喺上面呢、這個呢、這個位置沽啦 ，mouse 呢個位置沽啦，沽完之後下邊呢個位置買翻啦，係啦，好神奇嘅，其實好多都中嘅，係啦，上邊沽啦，下邊買翻啦，上邊沽啦，下邊買翻啦，係啊，咁然之後咧，嗱，差唔多完㗎啦，咁到底最尾的結果會是點咧？如果咧，我呢個 program 是真的話咧，其實世界是不會有窮人的，我夠膽講句，因為咧，實在是太過叫做魔術啊。咁大家就想知咧，就係要聽下你陣間講 what's the catch？ 個 catch 喺邊度咧？我可以講少少先嘅，趁而家撈緊。其實咧，就佢最尾嘅結果真係好靚嘅，係啦。我揾咗個第一啦，我係揀時段，揀咗時間嘅，揀咗好靚嘅時間嘅。
咁就係三月至，哎，完啦，係啦，三月至五月啦。咁我望一望啦。嗱，大家見到條藍色線嘛？係接近係直線向上嘅喎。嗯，佢係由$10,000升到去大概$28,000+嘅。嗯，喺兩個月裏邊，即係我哋而家背後我哋一個 chart 睇到嗰個圖表啦嚇。係啦，即係話我兩個月贏咗180%。命中率咧就係91.89%，即係我擺十次 trade 有九次中嘅。係嚇，咁犀唔犀利先？呢、這個都 OK 啦，係咪合格啦？梗係超勁啦！我哋即刻揾唔到食噶啦，即係走出去啊，係啦，即係排埋一邊，一掹下車邊就得啦。如果係咁講，嗱，大家誒依個 program 咧價值8,888，如果有需要嘅話咧，可以通知我嚇。大家得，千祈唔好制，原來咧佢呢個係即係所謂魔術嘅啫。魔術嚟嘅，第一我揀個時段嘅。呢兩個月裏面咧，我睇過曬恆生指數嗰個走勢咧，係比較上落市多少少嘅。咁我就用一啲贏到上落市多少少嘅策略啦。第二樣嘢咧就係、是、我行咗好多次優化，好多次優化，優化到個程度咧就係、是、基本上我去到每一個買賣我都能夠賺到錢嘅。點解咧？我係用過去嘅歷史嚟到就個策略，而唔係個策略去用個數據去驗證嘅策略，兩件事嚟嘅，係啦。我係點咩意思咧？咩叫做用個數據嚟到去就個策略咧？係啊，譬如如果我知道呢兩個月最高點最低點嘅話，咁我喺每逢見親29,000，我預鬆啲啊，29,900買啦，係啦。31,000之前就沽過，即係摸底入啦，摸頂沽啦，簡單講就係啊 ，exactly 啊，係啊，同埋我就就温多少少嘢，就係話嗰啲時間我都有埋贏錢，即係譬如呢兩個月每逢11:00沽，係沽完之後咧，下個鐘就平倉，係因為你睇過知道啊嘛，係因為睇過，其實唔係我睇過，係電腦睇過話俾我聽，跟住我就寫翻條策略出嚟。咁所以咧，有少少似即係譬如睇一套偵探片《估誰是兇手》咧，你睇完之後再翻睇，人哋唔知你翻睇你就估中，咁即係完全冇意義啦。冇錯，即係事後柯南啦，呢啲叫係啦。咁所以咧，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、即係 Algo Trade 其中一個問題嘅就係、是，如果你買人哋啲 program 咧，你要留意啦，就係話你見到好靚嗰啲equity curve 咧，即係你見到人哋好似賺好多錢嗰啲咧，你要留意同小心，因為咧。第一背後嘅 data 數據你唔知係咪真的，第二樣嘢咧就係、是、佢可以做手腳嘅。我頭先用咗即係尋晚用5分鐘做出嚟嘅手腳都可以咁靚仔啦。但我肯定100%呢個 program， 如果你攞出去用嘅話咧，係輸到阿媽都唔認得嘅。係啦，因為歷史唔會簡單重複啊嘛，咁將來嘅唔會重複翻以前。嗱，如果係咁，我就有個問題喎。如果你話呢個係騙局，我明白啊，即係話你魔術，即係個魔術。咁但係問題就亦都有啲真嘅 algo trading 係賺到錢噶嘛。咁你點樣去辨別兩個咧？咁有冇啲竅門俾大家分享一下咧？有，絕對有，或者下一節翻嚟再慢慢去分享翻啦。其實仲我可以踢爆曬啲魔術先慢慢傾嘅呢個。好啊，咁我哋就休息半分鐘，翻嚟再傾過。